啊，这正也一样啊，这个应该等于西塔嘛，那这样 x 哈就等于 cosine 西塔。好，那我这样我就知道 sin 西塔哈是等于一减 cosine 平方 s 平方嘛，那这样西塔也会等于呢 arcsin 哈一减 s 平方，啊，这个实际上是西塔。所以西塔也会等于这个，然后哈、tan 西塔呢，等于多少？等于是 y 一减 s 平方嘛，除以 x，啊，就是 x。那这样我就知道哈、西塔是等于多少？x 分之一减 s 平方嘛。好、啊，西塔的话就等于多少？tan。啊，很简单，两边哈、取完三角函数，一减 s 平方，同样道理，cotangent 西塔是等于根号一减 s 平方 x，那这样西塔也会等于 arctangent 的，那个一减 s 平方 x。好，那这样我们来看例子，这例子是说哈。cosine 哈，这个是二分之一，cosine 二分之一就等于 arcsin 哦，二分之多少？根号二的平方减一的平方啊，等于多少呢？arctangent 哈，这个 y 就根号 s，二的平方减一，除一啊，等于 arctangent 哦。导数，根号这个是三分之一啊，哦，啊这是 arctangent 根号三嘛，这是60度了，arcsin 呢二分之根号三，都是等于二分之，三分之派啊，60度，